Mes doigts.还有啊，你有工具，下一次说一下。啊，对，我忘了，刚才打电话，打电话忘了。好了，好嘞。那个车你扫了哈。 草药，草了，就在下面压着。 可能是这次稍微能久一点儿。 上次给我们送过去，现在这种感觉应该好多了，现在。稍好一点。我今天给你送完那些，把你那个刚才那个货，赶快脱一下啊。行，挺好的。你确定上次看完没有？